我哋有9位跳舞嘅老师啦，就喺阿根廷啦、欧洲啦同埋美国嗰度上嚟嘅。咁咧就有4日啦，30几个 workshop， 同埋咧每一晚咧都有舞跳。咁而礼拜六晚咧就有个 main gala 啦，咁咧就有舞跳啦，有酒饮啦，同埋咧可以睇啲老师为我哋表演。咦 ，Stephen 啊，咁点解今年会举办 Tango Festival 呢一个活动嘅？我哋喺2006年咧開始跳啦 ，Tango 嘅。咁我哋每年都要飛落去 Buenos Aires 嚟跳舞啦。咁而家我哋帶9位老師上嚟咧，係方便自己學同埋方便大家去學。咁同埋人先生去推廣呢個文化。同埋咧，我哋舊年咧第一次搞咧，我哋嘅 Mingga 有450人啦。咁嘅場面係好熱鬧嘅。咁所以今年我哋就搞第二次咯。你聽落都幾好玩喎，我都好想參加添。Joanna， 不如同我哋講下地點、日期同埋時間啦。好啊，是在 Croatia Cultural Center 在 Victoria 和16街那裡，就是5月26號到30號。而 workshop 每朝就是10點鐘到晚上6點鐘，而晚上跳舞就大概9點鐘跳到12點，而星期六晚的 gala 就是8點半開始到12點，然後就由12點鐘跳通宵跳到早上5點。而 Stephen 啊，如果有興趣的朋友有什麼電話和網址可以查詢到你們呢？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打我們的手提電話604-671-4363，或者上我們的網址查詢。唔該曬 Joanna 同 Stephen， 一個咁有益身心的活動，大家千祈不可以錯過啊！